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omi 的 Trace。 那么呢，现在已经是我们大风暴面试活动的最后一位参赛者，我们第36号的我叫伟健。伟健，那么你今请问你今年多少岁呢？22。最后十强呢？100减90。我还以为哇，这个今天冠军100%肯定可以进分减90，非常好的形容词。不过我们非常的希望你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最后十强啊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在 The Bed 见面了，好不好？一定要加油啊！加油！好吗？好。希望那个唱歌的那个整个过程是很旋律。问题是你咬字不太清楚，是在哪要注意啊？咬字方面，而且很多忘词，可是最重要就是唱歌，我觉得就是要 relax， 就是要 enjoy， 这样听的人会比较舒服一点的，还不错啊，听你唱歌。